这边要介绍下礼拜的活动。那下礼拜一共有四个重点啊，日常那些送石头、送体力，我就省略不说。那这四个重点，第一个重点，我们的合作卡匣又要再次加倍。那它加倍的时间是我们这次合作最后的三天，就是在5月31、6月1号、6月2号最后这三天，我们卡匣会有最后的加倍。所以想获得圣斗士星矢的召唤师，要把握最后的时间哦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合作一个月嘛，那第一个礼拜是复刻旧的地狱，然后第二个礼拜大家知道就是沙加，然后第三个礼拜就是现在的梦魇级西欧，再来第四个礼拜就是我们还没推出的双子座萨卡，同时第四周也就是下个礼拜就会推出了。然后另一个问号的话就是我们火石纪的双鱼。好，那我们回到重点，我们从现在第三周梦魇级开始，我们的梦魇级是这礼拜五，然后到下礼拜二的晚上12点，然后一样在这一天礼拜二，他晚上10点的时候就会复刻我们沙加的地狱级，然后这个地狱级他就会持续到合作结束，就是6月2号最后一天都会一直开着。然后刚刚说的是礼拜二嘛，然后如果再来到礼拜五的话，就是我们第四周的双子会登场，对，双子座萨卡。然后登场的同时，我们同样在礼拜五，我们的西欧梦魇级他休息几天又再次复刻，然后他的时间就跟刚刚的沙加一样，会持续到我们合作的最后一天6月2号结束。所以在6月2号最后一天可以打的关卡一共有三个，就是双子、西欧以及沙加，然后会跟合作一起结束，所以这边大家就把握最后的机会咯。好，那再来第三个重点，就是火石纪的最终阶段啊，时间公布了，就是在下礼拜一5月27号的下午4点即将开启，然后同时时间也是到我们合作结束6月2号会关闭。然后这次开放的话一样是四个宫，但是这次你四个宫打完还会多一个教皇殿，然后其中的话双鱼宫是会掉卡的，然后另外那时候也有讲嘛，你最后一关是双子座萨卡，然后你通关完之后就可以获得雅典娜一张，对，沉雾沙之雅典娜。又会有一个全新的礼包是圣域女神的星空图，对，这个礼包里面他没有说到魔法石，但是他买的是一种收藏，他就是黄金圣斗士12星座的星空图一套，就是你个人的面板可以变更嘛，然后再来的话他会送你，再送你一只雅典娜双满一只。然后最后价格的部分，那是台币360块，然后 iOS 的部分是390块。喜欢圣斗士的玩家们千万不要错过咯。那这部影片就先介绍到这边啊，先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部再见，拜拜。